鼎鑫魏家说退出魏权经营，但不卖股。鼎鑫集团魏家四兄弟在中国以康师傅品牌大赚，然后回台接手魏权，搞出一大堆食安问题，把魏权60年招牌都搞烂了。鼎鑫昨天却强调，魏家会完全退出魏权董事会，但不会出脱任何一张魏权股票。外界质疑，魏家台面上退出，台面下还握有持股，新经营者难道不用听魏家的吗？魏权工会昨天也召开记者会，希望大众不要再抵制魏权商品，否则6000多名员工与家庭不知该何去何从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这个礼拜几乎都没有工作，从礼拜一到今天都没有工作了。因为我刚才提到了没有出货嘛，我们基本上我们非常尊重我们的经营者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经营者的心态调整一下。好吃的，好吃的啦！快点，快点啦！有啊，今天天都赢啦，大大声拢在吃啦，这声吃到这大汗的啦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